我们十分钟已经破千人了，谢谢大家，天哪，谢谢。冰激凌的卫星朋友，嗯，这个我派也开直播。冰岛的名号最是加开临时会，但是被分配进用困难山区华联的新朋友，一头一项提出来的地方稀稀瓦名产，竟然是这项。这其实花莲名产，但不能吃，它的农民力的成分非常的低落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打开来你会看到满满的傅昆萁。你看到吗？全部都是傅昆萁。我觉得你要从封面开始介绍，封面很重要。我们网友已经要暴走了，网友已经说崩溃。傅昆萁打棒球，叫你开零食给我这个。傅昆萁种菜，傅昆萁聊天，傅昆萁喝饮料。主题都歪起，好朋友笑到要变鬼。但是新朋友又补充重要的观念。以中国来讲，把花莲能够拿掉，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最怕的就是花莲变成下一个克里米亚，而且人民某种程度其实蛮惧怕他们的。那我觉得惧怕是一个民主社会不应该出现的事情。但国话题唔那围绕国民党的立委傅昆萁，接棒立委林昌佐，台北市中正邦甲山区的吴派耀，嘛交黄姐做伙压聊，回归演艺界的 Freddy， 维持金牌秘密。人家夹一口在他那个碗里，然后拿手机出来，那 Excel 表在那边记录登录，讲的就跟记账一样。没错啊，他要超严格控制所有热量的摄取。健身教练。那没有啦，因为他就是有表演的需求，八块肌就是这样练来的。那像黄国昌也应该要隐控，他也有表演需求。你为什么觉得他要隐控？他也有表演需求。开战啦，开战啦！他表演什么？他不是每天都在表演。讲到表演，就想到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，讲话真酸，立刻洗面。三个人家己欢迎的理想提来开讲，希望直接面对少年人，用空战反制拿白的国会攻势，嘛争取更加多中间选民的支持。这是新闻，台北报道。